一定要沉下心，耐得住寂寞，舍得住清贫，在这个喧哗的城市里面要静下心来，沉得下气，最后才能出好的作品。肖华，是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，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代表性传承人。蜀绣呢，是国家级的非遗，而且它的时间性有具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。蜀绣、苏绣、粤绣、湘绣，都是中国的四大名绣。然后所绣制的就是题材都是带有地方特色的。蜀绣我们常绣的就是我们地域特色嘛，熊猫嘛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芙蓉鲤鱼。我们的那个刺绣呢，它的那个色彩就是淡雅，由深到浅，然后过渡非常的自然。我们蜀绣特有的针法呢，就是锦纹针。它跟那个蜀锦是分不开的，其实绣的就是锦缎的纹样。我的师父叫孟德师，他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，国家级的蜀绣非遗传承人。在这个学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枯燥的，然后绣不下去，因为你绣不好，有些时候师父就说你可以出去休息一下，玩一下，你有感觉了以后，你又再回来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伴随师傅的，就是他的鼓励。有一次我学那个就是，我们蜀绣的高精尖技艺，双面就是三翼绣，两面的图案不一样，针法也不一样，色彩也不一样，所以叫三翼绣。但是缠了纱布，那个针也会把手给就是刺破。也会把手给刺破，而且会在那个针会在旧伤上面继续扎进去，所以当时手指头是非常的疼的。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思考，我说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一个恒心、一个毅力的时候，再怎么都要坚持。最后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那种就是那种学艺的那个过程哈，就是因为喜欢所以坚持，一学然后就。十几年就过去了，最后自己也就成了大师了。比如说我后面的这幅作品，我就采用的就是丝线里面，比如说一根丝线有两绒，一绒有八丝，八丝里面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丝，然后基本都是一丝两丝这样绣制出来的。因为所绣的比较细腻，所以我的时间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是这样的。它上面的那个锦纹针全都是用一丝丝线，上面那个图案就是这样一丝一点一点所刺绣出来的。做这组就是熊孩子系列，灵感的设计呢就是来自于就是顽皮的孩子，想增加他的那个活泼憨态可掬，然后我想就是用这个熊孩子系列哈，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不仅就是保护熊猫，然后也宣传推广，然后认识我们的蜀绣。今天早晨北京那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就说肖老师，你去看看你的邮箱，我发了我是北京清华大学的，你被我们清华大学这边给选中了，然后你可以来学习，但是你要填张表。我当时都就愣了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我都没选上了，感觉像做梦一样的那种。因为能进像清华大学这种高等学府，然后去进行深造，而且它是美术类专业、设计专业的，是就是我这是一个人所向往的哈。对我来说，我也觉得很宝贵的这种机会。清华大学那边请了很多的专家，包括有故宫的，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时尚方面的，他们不仅从图片、文字，
甚至还有同声翻译的那种，就国外的设计师，纯粹就是给我们就是开阔我们的眼界。当时在清华大学，就是他们也给我们办展，我呢当时第一次办展是那个艺术品，拿了就是两幅艺术品去。后面呢，然后又和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在服装上，就是实用品上面，当时是那个有两件作品是跟一个是跟南印花布的，也是国家级传承人的，他们印的面料，就是印染的面料，然后我呢就是做的刺绣，所以两种国家级非遗在一起做的那个时装，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个科师王金山的那个弟子孙林一起导练图，张轩的导练图，然后他绣科师直了一半，我这边就是绣一半，然后导练图，然后用在那个服装上面。这个作品在2017年的那个北京恭王府那个朝花夕拾这个时装秀都展出了的。其实从这两款服装哈，服装秀里面，真的，那个服装不亚于国际大牌，好漂亮的，它是没有理由的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喜欢，所以最后就坚持下来了。前几年的时候，我还在说，我说是我选择了蜀绣，但是越到后面，我觉得是蜀绣选择了我。